前轻一动，能一弄四千五百洞。老孙共有八个徒弟，是八个徒弟有法名。大徒名叫青藤愣，这个二徒名叫孟头青，三徒名叫僧三点，这个四徒名叫点三僧，五徒名叫波波罗蜜，这个六徒名叫霸波罗风，七徒名叫风随化，这个八徒名叫化随风。青藤愣好会打磬，这个愣头青啊会撞钟，僧三点会吃饭，这个点三僧啊会捧生，波波罗蜜会打鼓，这个霸波罗风啊会念经，风随化他会扫地，这个化随风他会念经。老师傅叫他们换一换，想要换来慢不能，老师一剑有了气，要打徒弟整八名，两个徒弟要挨打，从外面来了五位元庸僧，他们告诉僧人十三位，一起的后院数玲珑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这个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波一口气，这个一个木鱼子一盏灯，一盏金莲整四两，那风儿一刮散花愣，玲珑塔那个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饶波三口气，这个三个木鱼子三盏灯，三个金莲十二两，那风儿一刮散花愣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十五条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饶波五口气，这个五个木鱼子五盏灯，五个金莲二十两，那风儿一刮散花愣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十个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饶波七口气，这个七个木鱼子七盏灯，七个金莲二十八两，那风儿一刮散花愣，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四六的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个饶波九口气，这个九个木鱼子九盏灯，九个金莲三十六两。上坑，八卦了这个坑里钉，这个刮倒了这个平上松，刮飞了。